右边那一竖呢，看起来有点短哈、哦，那我们这两点还是写在中间偏下，点先把它做完。你看我写完，它是一个漂亮的宝典哈、哦。好，题贴上，题贴上，好，纸，题贴，哦。好，这个围来了哈，它的这一笔有点斜哈，哦，这一笔。然后呢，你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说啊，这是阶梯呀，啊，哦，最大的阶梯在马背上，啊，哦，第二个长的是最上面第一个阶梯，第二个阶梯是缩在里面。点下提贴贴。一天，一天，这一段不长，那他的写法哈，他的写法是这边不是直弯钩，他这边直接拉过来，好像我之前有写过，我刚刚写的跟他不一样，我就没办法再改变哈，就跟大家提醒一下。这个诗的左右两个部首是属于不对称的平衡，左边靠上，右边靠下，好，而且好像会差三分之一，有没有看到？有。哦，点题贴出去。好，它这个是用这个，好，这个没有关系，你就是用撇都没有关系，好，提贴，直替，哦，在这边跟第三个横第二个大横线同高，哦，